款拥有黑暗奇幻风格的动作冒险游戏新作《终结者莉莉骑士救赎》。PC 版已经是2021年的6月22号登录了 Steam 平台啦。玩家将会跟住幸存的女祭司莉莉和她的朋友一起对抗助纣命运的旅程。因为一场暴雨令到村民变成不死生物，所以目标就是要找出暴雨的根源。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很久很久之前，在远方有个叫做尽头之国的地方，有一天这里突然间落了一场死亡之雨，令到所有生物都化为狂暴的活尸毁者。为了揭开因为死亡之雨而毁灭国家的背后秘密，玩家将会是充满悲剧但是有奇幻美丽的世界之中冒险。旅途之中会遇到很多的强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丧失性命。如果能够战胜敌人，就能够将他在不死的诅咒之中解放。玩家将会在旅途之中成为莉莉的帮手。游戏是有繁体中文的，可惜的是又是没有 PC 盒装版咯。想买游戏，但是呢它又没有出实体版，那怎么算好啊？我又不想用信用卡，又怕被人偷我的个人资料。不要紧，我们有不同款式的预付卡和点数账号给大家买的，那大家就不用怕买不到自己想玩的游戏啦。没错，是这里，又或者去我们网店买都得的。而我们的办公时间呢，就是12点去到8点钟，将会在24小时之内发卡的。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话，都可以下面留言的，又或者 Signal WhatsApp 我们都得的。好了，支持实体店，香港。